进水库的石头，一般用小尖大的手法来表现石头。进水库的石头比较碎，所以说呢，小石头比较多。Thank you.
看它临近水的地方，小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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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石头，大石头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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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多，小尖大它叫小尖大，小石头小石头小石头，所以说临界水的地方一般用小尖大的石头来表现。咱们看这幅作品，进水处的石头都比较碎，小石头多，大石头少，所以说呢，小尖大，小的多，大的少。这进水的地方，咱们上一幅画是进山处，大石头多，小石头少，起个就是追求个变化，咱们看一看，进水处，多用点小尖大。